直播吧。10月21日讯， NBA 常规赛开拓者对阵马刺，两队首场比赛均取得开门红。半场比赛开场阶段，两队进攻状态均不佳，首节战成平手。第二节开拓者首先进入状态，依靠外线三分取得领先。上半场开拓者59-50领先马刺，下半场开拓者在双枪的带领下继续高歌猛进，马刺则依靠内线实力进行追分，但无奈开拓者外线手感火热，分差反而被拉大，最终开拓者121-108拿下马刺，取得两连胜。数据统计，开拓者2-0，利拉德勒29分2篮板9助攻，麦克勒姆24分篮板2助攻，努尔基奇12分78篮板2助攻，莱万5分6篮板，柯林斯11分5篮板，库里9分，特纳8分4篮板5助攻，哈克莱斯5分8篮板，莱昂纳德5分，斯陶斯卡斯3分3助攻，马刺1-1，德罗赞28分3篮板9助攻二抢断，普布斯17分，阿拉德里奇12分8篮板5助攻，盖伊12分7篮板，贝尔坦斯11分4篮板，加索尔10分4篮板2助攻，米尔斯9分3篮板，康宁汉姆3分2篮板，贝里内利2分3助攻，巴克斯2分，梅图2分，开拓者利拉德射中超远3分拉开比赛序幕，跟着努尔基奇补篮得手，阿尔德里奇翻身回敬2分，麦克勒姆空切上篮命中，德罗赞连续突破得手，帮助马刺9-7暂时领先，利拉德干拔跳投命中，德罗赞后仰跳投还以颜色，努尔基奇篮下打进，两队打成11平，利拉德和阿米努各添2分，但德罗赞打成2+1，贝尔泰斯也补进一球，开拓者稍微领先后，加索尔内线连续发挥，帮助马刺追成19平，库里转身射中3分，但贝尔坦斯马上回敬3分，首节打完，两队打成22平。第二节，开拓者先中2个3分取得领先，在马刺跟着回敬一波7-0将比分反超，莱昂纳德空间暴扣，盖伊强攻再添2分，两队你来我往，比分战成34平，阿尔德里奇转身再取2分，莱昂纳德跟进打成2+1，盖伊空内投篮命中，阿米努连连命中3分，帮助开拓者47-38取得9分领先，米尔斯撤步3分为马刺止血，开拓者后场双枪开始发力不断砍分，而马刺依靠德罗萨和加索尔的内外发挥追赶比分，努尔基奇抛投命中，半场结束，开拓者59-50领先马刺。一边在战，福布斯先生夺人，依靠2个3分帮马刺缩小分差，麦克勒姆和莱曼联手拿到4分，盖罗萨后仰跳投命中，麦克勒姆再飙3分，开拓者67-58领先，加索尔中投命中，但开拓者的双枪手感火热，连续投篮命中逐渐将分差拉大，盖伊底角射中3分帮助马刺止血，利拉德继续利用投篮砍分，马刺依靠冲击内线追分，麦克勒姆也飙中3分，盖伊挑篮得手，努尔基奇勾手回应，开拓者89-75两位数领先优势，米尔斯连追4分，但柯林斯3分毫不手软，贝尔塔斯则正面轰进3分，库里和柯林斯喝卡5分，帮助开拓者三节结束时97-82扩大领先优势。末节，库里率先命中3分，马刺迅速调整依靠整体的配合，连续打成进攻缩小分差，特纳抛投命中，德罗萨连投带罚再追4分，马刺93-104落后11分，利拉德突破打成2+1，为开拓者稳定局势，阿尔德里奇补篮得手，德罗萨借掩护再中一球，此后双方多次获得罚球机会，柯林斯外线3分百步穿杨，开拓者119-101再度拉开比分，而比赛时间所剩不到3分钟，马刺最终未能缩小分差，比赛结束，开拓者121-108战胜马刺。首发阵容，开拓者利拉德、麦克勒姆、莱曼、阿米努、努尔基奇、马刺、福布斯、
德罗赞、盖伊、阿尔德里奇、普尔特尔